在去年底《王的盛宴》反响不佳，还爆出组织水晶刷评分的新闻后，导演陆川进入了静寂期，除了帮张静初当监制，就只有指导微电影的工作。日前陆川会友吃饭，饭局不断的他已冒出了小肚子。当晚陆川把会友地点选在了沁园春湘菜馆，身穿蓝色 T 恤米色短裤的他在门口走来走去打电话，显得很着急。风吹雨成花，不久一位个子矮小的男性朋友终于驾到，陆川与其点了小龙虾、田螺等一桌硬菜，边喝边吃。夜深后两人才走出店门，陆川脸泛油光，小腹突出，看来已无法逃避中年发福四字魔咒了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孙俪。